这时候呢，我们真的要非常诚恳的邀请我们的教育局局长彭局长来为我们大家致辞勉励，来，我们掌声欢迎您。去下来啊，我们下。还有各位好伙伴，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早。很抱歉啊，今天来有点这个叫命途多舛啊，像高速公路上碰到塞车，不是塞车，其实有点小车祸了啊。那到了这边之后，学校前面要修路，我从那另外一个路口用跑的，所以现在有点喘，有点喘，抱歉抱歉。不啊，抱歉，还是这样大家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个活动啊，要感谢台中市给我们看到这个需求。我大概走遍，我个人也待过教育部大概快10年。那这个计划我没有看到人做，但前面的补救教学是我在教育部的时候创的啊。可是来到这个维亚国小这边，看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我那一天在批公文的时候说，这个我让我亲自来一下啊。虽然等一下我要赶去议会。但是我还是务必请科长跟我拍下来，一定要来看各位好伙伴，还有各位那么认真的校长，还有这些有成就的小朋友们。事实上这个补救教学啊，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需求，也有很多人在帮我们做啊，有学校自己做的，大部分是这样，也有很多外面像博幼等等等等啊，那个郭董他的基金会也在做，大部分的人都有看到这一块。可是真的我要感佩我们的福伦社啊，能够看到这个，在这其中全台湾大概有可能有数十万小朋友在补救教学这个体系内，那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他们经过补救态度变得很正向，对于学习找到热情，对于我们的教学的成效，我们所有学校因为认真，那也显出结果。所以不管从态度跟成效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从来没有人想到为这么认真的小朋友再予以表扬，所以我第一个要为我们这个福伦社看到这样的一个首创的需求，我们要表达敬意。谢谢各位，谢谢。这真的是台湾仅见的。所以今天那个新闻稿啊，我虽然初步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大修，等一下要改一下，再把我们讲的啊那种比较特殊的理念跟那种首创的观念把它放进去啊。虽然已经做了有一两年以上哦，有到今年应该是第4年了，所以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因为这种善心我们希望全台湾也一起来，大家一起来互相学习。第二点啊，各位小朋友，今天的活动会非常的丰富啊，那也要感谢指导这边啊，还有这个各个团体的协助。那我是建议今天的活动啊，一方面能够让小朋友体验之外，二方面啊，老师在带领的过程中，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他在学习的意义上啊，也能够不着痕迹的啦啊，给他们带到，可能在体验学习游戏中寓教于乐就这回事了啊。所以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大家啊，其实有一些补救教学的小朋友，他是有他的脉络啊，有些很特别的啊。那这些特别的情况，在座有很多校长，我其实要特别讲，是要请大家额外要再多付出一点啊。那借由这一个额外的付出，我就要谈到最近我对于学生整体学历的观察作为我结论啊。那每一个县市可能现在都会拼特色啊，拼很多特色。那我们看到了小朋友国英数等等等等他的需要而给予补救，这个是我们对于基本学历的待遇，这是毕竟是国民教育啊。所以我们希望以人为本的这样教育理念中，真正的看到每一个小朋友成长的需要，但是这个成长需要是建制于他有基本的学习的应有的结果，这是国家标准，可能就不能够随便我们不达到。所以今天补救教学的意义也在此。可是达到的同时，我们不能够只有做
国音数资社这些学习，小朋友的学习是丰富的。所以台中市的教育不会只拼学历啊，小朋友的发展就像学长说很清楚，到高中之后经过那个生涯的探索，有一些小朋友的性向会慢慢的很明显啊。所以台中市的教育除了基本的学历之外，会有很丰富多元的适性的内涵跟他的教学的方式。所以未来各位可以看到国中之后会越来越搞不好会去连接就业或是产业课程的那个需求，会进到学校，会把以往比较一元价值的升学导向课程，希望借由我们教育的安排多给学生探索的机会啊。那种探索的方式，我也希望看到今天有比较游戏式的或活动式的，我们在未来学校的探索中，可能从小到国中甚至高中的连接这一类，让小朋友开拓他的视野，在学历之外，在他的学习多面向的这个安排上，我们教育系统也能够多提供啊。以上我特别第一点要感谢我们所有福仁社这些好的人给我们学校这么好的机会，那第二点也特别表达今天这个活动是完全为学生设计的，我们的这些亲师生一定会给小朋友有一丰富的想念。第三点我特别回馈，除了学历之外，我们想我们台中市未来的这个学生发展啊，因为是以他们为主，既然以他们为主，绝对在他们发展的方向上的给予就不会是单一价值，对学生有好多好多元，对我们学校的安排会像现在各位所看到的社会会比较多元的发展，但是不会强迫学生一定要帮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分流，我们希望给他再多一点探索，那这个学校就要多一点用心。我是先预告了哦，我们教育界在今年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大可以大到实验，小可以小到所有学校的教育的安排，都会有比较大的在基本学历、品格跟多元发展这三个都要一并的来兼顾，都要回到学生为本啊，以学生为本。再一次对各位，包含我们的这些大善人，还有校长们，以及所有辛苦的老师，还有我们今天一定会有很有成就、很有收获的小朋友，再次感谢各位莅临，谢谢教育局真正的感谢状以及活动。那当然也是邀请我们彭局长来为我们颁证。我们集智舞团每次都可以让小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包括连来参观的幼稚园的小朋友都还不忘我们的大魔王石总监哦。要在游戏中学习，那我们今天就仰赖石总监以及简老师以及我们舞团的带领了。跟他们一起活动，应该会跟他们一起永远年轻美丽哦。谢谢谢谢我们的集智舞团，谢谢我们局长。那除了我们的活动 T 恤之外呢，今天啊每位小朋友在活动结束之后呢，也都会得到一份呢活动的纪念册。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受赠学生代表，请受赠学生代表黄明宇、张芳瑜出列。那我们邀请我们东北福仁社的薛光峰薛校长来为我们致赠今天所有小朋友最后都会拿到的活动的纪念册。除了活动纪念册之外，还有我们今天每位小朋友都会拿到的大富翁，我们这个大雅区的大富翁桌游，由我们大木文创张博云老师设计的桌游，那还有今天的午餐、下午的餐盒，我们活动的规划，所有的器材费用都是由我们东北福仁社提供的，那我们真的非常由衷的感谢东北福仁社。好，那今天的典礼呢，开幕典礼先到这里叫一个段落，就一个结束。那我们接着要邀请局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那我们到外面一起来拍一个合影，一起合照。
好，现在呢，如果我很快的拍到慧玲老师的脚，我就赢了。那我要闪躲，我要躲他，我不能让他碰到，我不能让他拍到碰到，那他也不能让我碰到，你懂我意思吗？好，还是。不是，所以不要闪，我就死掉了。结果我被他碰到脚了，这样懂了吗？可以吗？哎，等一下哦，小心不要往人家眼睛戳哦，鼻孔哦。